哎，亲爱的五行蚂蚁，一年一度的布兰星速跑比赛结束了，纪录保持者还是火匆匆，你已经连续两次打破了自己的纪录，很快就能夺得速度之王的称号了。这么说，我的梦想快要实现了。火匆匆，加油哦！书上说，梦想是要去追求的，你要继续好好磨练呀。现在火匆匆的人气在布兰星直线上升，他们都抢着拜托我向你要签名照呢。想不到我已经有这么多粉丝了。当然了，你现在可火了，我现在就把海报和照片传给你，记得签名哦。哇，真是太夸张了吧。火匆匆，快点下来吃饭了。作为偶像，我不会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，太掉面子了。火匆匆，一起来玩滑板吧。作为偶像，我怎么可以玩那么低级的游戏，太不符合我的身份了。火匆匆，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。作为偶像，我要保养皮肤，肌肉男不符合我的形象。火匆匆，上次你要我帮你做的风筝做好了。作为偶像，那种不入流的小孩玩意儿太没品味了，我不要。品味是什么？这个火匆匆竟然变得这么自大狂妄了。老大，博士消息。老大，小林珠银石赛道。老大，开饭了啦！明明是你叫我喊你吃饭的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英国银石赛道全长5.918公里，1950年成为第一场 F1 世界锦标赛的赛场，能在如此长直线道和高速弯道上征战，简直是每个赛车手的梦想啊！这一次绝对要得到小灵珠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是你有办法吗？哼。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震震，走，带你瞧瞧本天才的飞电赛车。飞电赛车一飞冲天。老大，你好厉害啊。火匆匆，你真的要跑着去不坐车吗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布兰星上最快的蚂蚁快递员，别说是赛车，就是飞碟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小子的，我可听说你输给了一个蒙面的蚂蚁高手。那是我师父，我输给师父没什么的，而且现在是现在，我绝对能跑过你们的赛车。别说了，赶紧去英国的银石赛道找小灵珠。正是要紧，燃烧吧青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我们也赶紧去英国的银石赛道吧。哇，博士送的绝影赛车太酷了。五行蚂蚁呢？幸好闪得快。这个是小灵珠，我终于拿到小灵珠了。来早不如赶巧。火匆匆，快点过来帮忙，我们被压在车里了。你们太没用了，要不是我，小灵珠早都到雷震震手中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出来，不能总依靠我。是啊，五行蚂蚁太没用了，没有火匆匆你们什么用都没有。没错，我才是最厉害的。是啊，你比他们厉害的多了，五行蚂蚁有你一个就够了，他们都太多余了。老大，一只蚂蚁再厉害也不如五只蚂蚁呀。闭嘴，我在给他射圈套呢。雷震震，
你说的太对了，五星蚂蚁其实只要我一个就够了。我听说你是布兰星上跑得最快的蚂蚁，今天不知道是否可以展现一下呢？哈哈哈，没想到你也是我的粉丝，粉丝的要求我一定会满足的，就让你见识一下布兰星上最快快递员的英姿。我有个想法，我们来进行一次打赌吧。什么打赌？你先将小灵珠交给我，我们来一场公平的比赛，只要你跑得过我的飞电赛车，我就还给你。你不是说你跑得很快的吗？难道说你害怕了？谁说了？就算你开赛车也跑不过我，给你。走，你来开车。我准备好了。动手。暴炎龙剪棒。傻瓜才会和你公平比赛呢，小灵珠是我的了。拜拜喽。可恶的雷震震竟然骗了我。哼，这种时候是布兰星的大力士发挥力量的时刻了。哇，这是名不虚传。金彤彤棒棒的，大力士了不起，这是对我的考验。你不愧是布兰星的大力士，真棒。而我就对不起伙伴们。没关系，要拿到小灵珠一定要速度，交给我。你有速度，我有力量，我陪你。真没想到祸从中生。烈火流星，雷震震，你跑不掉的。想追我没门，启动增压加速器。赛车越来越快，再跑下去我们会吃亏的。前面就是弯道了，我有办法追上他们。老大快看，他们没有跑弯道，直接绕回来了。就是现在。大力金刚拳。归原主，小灵珠我拿走了。小灵珠是我的，这次你没机会了。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你不是说跟我们在一起很没有面子吗？李希小灵珠快被他们收集齐了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住嘴，吃货！太好吃了，停不下嘴呀！在布兰星球有个出名的大力士，他叫金彤彤，担任着星球部落的保安厅警察，保卫着整个星球的安全。可是有一天，布兰星球出现了一个蒙面大盗。前方300米，街道便利店有人求救。好，我马上去处理。住手！竟然敢在闹市捣乱！哼，就是你！好。这点本事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。站住！
师兄，我是金彤彤啊。你是？是啊，师兄，我是金彤彤。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！我只管完成任务，回去向天明将军复命。天明将军，师兄，别再为黑魔军团做事了，他们只想破坏布莱辛的安定。师兄，当年要不是你解救我，你就不会被黑魔军团捉走。我一直都有很多话想要和你说。你怎么不还手呢？你不是布兰星球的大力士吗？力量越大就越……来了，我来看你了，看你脸色好像有心事。是的，师父，我现在很迷茫。那你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？梦想？我的梦想是成为最强的战士，我要维护布莱辛的正义。力量越大，责任就越大，这才是作为一名战士该有的觉悟。可是师兄他，我不忍出手。小徒弟，情义两难，坚持你的梦想，你将会找到最好的答案。我送你一件武器，相信能帮到你。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谢谢师父。金彤彤终于在情与义之间做出了选择，为了维护正义，坚守正义，他准备与最敬重的师兄黑道道做个彻底的了断。前方1000米，发现蒙面大盗的足迹。师兄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逮捕你。就凭你吗？师兄，你已经输了。有本事你放开我，我们再大战300回合。师兄，你变了，为什么你要替天明将军办事？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自私，
天明将军抓走我的妈妈，威胁我帮他做事，在情与义之间，我选择了情。金彤彤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又会怎么做呢？黑道道，力量越大，就要保护越多的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正义。如今你所作所为都是危害着整个布莱星的安定，作为警察的我必须要制止。当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会涌泉相报，但是恩情是不能和正义毁为一谈。我认输了。现在布莱星球真安定，这都是你金彤彤的功劳。金彤彤是布莱星球最强的大力士。金彤彤真棒、我们以后都要向他学习。咦，有我的信。金彤彤，明天中午12点准时到达五行中心，参与蚂蚁重返地球感恩任务。为了正义，为了布莱星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就这样，金彤彤作为义的代表，被蚂蚁皇后挑选为五行战士之一，与其他蚂蚁战士们一起踏上了新的征途。